喜爱台式摇滚音乐的民众有福了，由严志林与游秋兴两位台湾原住民歌手所组成的摇滚乐团动力火车将于2023年3月12日在洛杉矶开唱，让北美的华人乐迷不用出国也能亲身体验最震撼的感官享受。回顾动力火车乐团的成名史，从1997年的第一张专辑唱出主打歌曲《无情的情书》，就以18度音域的爆发力创下百万销售量的佳绩。接下来，他们为电视剧《还珠格格》演唱片头主题曲《当》，百听不厌的旋律让这首歌成为当年的最红歌曲。另外，像是忠孝东路走九遍，表达与爱人分手后的落寞心情，而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彩虹》，则让人听到第一句歌词时就有想哭的冲动。还有写给故乡爱人的歌曲《艾琳娜》，都是向歌迷信心喊话，表达动力火车回来啦。所以在这场全美唯一的动力火车演唱会中，歌迷们都能重新温习这些动人心弦的金曲。由东森美洲电视主办的动力火车北美演唱会将于2023年3月12日在洛杉矶 Pasadena Civic Auditorium 开唱，观众可以从今年的11月30日起前往 ticketmaster.com 或是到 Pasadena Civic Auditorium 的官网预购门票，且票价也非常亲民，从$88起，全场只有3000个座位，请歌迷们把握机会，一起来重温经典台式摇滚乐的魅力。观众预知更多详情，请洽东森美洲台客服专线1877-388-8787。东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